我是 Amy， 1月24就是除夕夜喽，把年菜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吧。让我们来看 A 组里面有什么好料呢？吉祥鲈鱼水上鲜，烟熏鸡腿沁团圆，私房无锡排骨，樱花粽乳酪蛋糕，红韵辣味三拼米糕，香鲈鱼复热，洋葱番茄炒软，倒入酱汁，烧作拌炒。小黄瓜适量，也可加入喜欢的蔬菜拌炒，将鲈鱼淋上酱汁，川味料理元素结合年菜超特别。小黄瓜刨成丝，采用私藏配方卤制后烟熏，酱汁完整味进鸡腿，一上桌就秒杀。将长片夹出，用粽叶铺底，增添米糕香气，稍微压实摆上长片，用电锅加热，排骨倒出后复热，水煮蔬菜铺底，经典江浙名菜无锡排骨，肉美汁鲜，口感软嫩，咸中带甜，肥而不腻，黄金比例的乳酪与饼干相互搭配，表面点缀樱花，口感绵密，味道咸甜浓郁，和家人一起享用超级幸福。那我们看 B 组年菜里面有什么好料呢？珍品佛跳墙、富贵泰旺咖喱虾、开运笋丝东坡肉、极品蜜汁双方、冠军八宝芋泥、虾子拌炒复热、洋葱、红喜菇炒软，倒入酱汁，烧作拌炒，放入宽粉，拌炒入味。虾子下锅，九层塔适量，拌炒均匀，撒上葱花、辣椒，宽粉铺底，摆上虾子。微辣的黄咖喱风味超够味，放入蔬菜及菇类，倒入佛跳墙料包，注入高汤，开中火煮滚后盖上锅盖，转小火煮15分钟。大骨汤底搭配丰富的在地食材，口感细腻，甘甜醇香。冠军甜点八宝芋泥口感细致，加热20分钟，芋头香气很浓郁，一吃就上瘾。白四方复热，蜜汁火腿滋味馥蜜，超受欢迎。多层的豆腐皮酥脆好吃，相互搭配多层次口感迷人。古早味的东坡肉搭配笋丝，加热约30分钟，笋丝铺底，摆上东坡肉，古早味卤汁超迷人，口感鲜美柔软，咸中带甜，入口即化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复兴控厨的用心呢？2020时来运转，开运年菜，每道菜约4到6人份，大家庭可以选择 A 加 B 组合，总共10道菜，十全十美，澎湃上桌。小家庭只要任选一组，就可以轻松搞定年夜饭，合家享用健康美味的经典手工年菜。 Amy 预祝大家2020金鼠年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拜拜。